升起在相同的方向，请不要悲伤，坚持一颗无所畏惧的心脏，任雪雨风霜，传说许久有龙的力量，是谁在吟唱，英雄总会在最关键时出场，就像一道光，停止后你的心脏疯狂对抗，击倒自己内心的恐慌，就算有阻挡挺起胸膛，看荣耀就在前方，确定后你的方向，扬帆起航，汗水洒在脚下的土壤，不要再隐藏心中的梦想，升起在相同的方向，请不要悲伤，坚持一颗无所畏惧的心脏，任雪雨风霜，传说许久有龙的力量，是谁在吟唱，英雄总会在最关键时出场，就像一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《信仰的光芒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回顾自己的校园时光。对，最难忘的就是，因为我小时候呢，我很少说起我的学生的这个时代的经历，因为我小时候读书特别的少。因为我们知道云朵呢来自于阿坝羌族，那从小生活在大山里面。其实呢，云朵真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羌族家庭的一个孩子，所以在你小的时候，其实是不是和学校曾经有过失之交臂的可能？是的，对，因为父母是农民，那个时候家里面的这个经济确实特别的困难，每一年我爸爸要交学费的时候，都是隔壁邻居去借钱。那时候离学校有多远？家里就是家就在我的这个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家住在整个村子的这个半山坡上面，然后我的家刚好能望到这个学校对面。所以那时候是不是天天在山坡上看校园里同学们跑来跑去？对，那个时候我就是我爸就告诉我说，弟弟妹妹要上学，那因为前几年一直上学的这个费用都是这个借来的，然后弟弟妹妹要上的话，弟弟小嘛，妹妹比我小一点，说再继续上的话，三个孩子我们可能供不起，那你就不要上学了。当时给我说的时候特别绝望，
我就觉得是在一天的晚上是吗？白天刚好开学的那一年。哦，开学的那一开学说你就别上了，就是弟弟妹妹去上嘛，那你就我就想我不上学我该干嘛呢。哦，所有的同学，我看我们村里的同学背着书包就去了，去了以后我呢就只能背个背篓，我就跟着我爸我跟我妈一起去地里干活，然后就种玉米啊土豆啊，这些就觉得对人生我觉得好像没有指望了，这一辈子估计就特别绝望的那种状态。然后后来隔壁邻居的亲戚到我家去地里干活的时候路过我家，说我一直在哭，我就特别倔强，我说为什么凭什么不能让我去学校上学，人家其他同学都可以，就跟我一样大的我的好朋友都去背着书包去学校了，我凭什么不可以。然后我这个去隔壁邻居的好多阿姨背着那个背篓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给我了，给了我手上拽的就像这张餐巾纸一样，他们包里有几块钱5毛钱1块钱的，就给我说孩子没事啊，这个让弟弟妹妹上学，你就帮着妈妈负担一些家里的这个农作物啊，没事的，就安慰我。他们从那个穿着羌族的衣服就兜里拿出几毛钱给我，就塞到我手里安慰我。但是我后来拽着我妈不说话，因为她也没有无能为力。然后我拿着钱我走到我家门口，望着学校，我去望着天空，那个时候年龄也小，十几岁吧，我想是不是我可能就是定亲，我可能就嫁人了，就这一辈子我可能。所以小时候我是左撇子，我妈经常骂我说，我爸也说经常吃饭的时候经常挨骂说你是左撇子，以后要嫁人到娘家去，人家你做个饭是不是人家就看不惯你这个左撇子，就那种小时候的故事。所以刚才我听到台下很多这个同行的朋友讲起大学时代啊，这样的就心里还是很挺羡慕的。所以这一段的大学时光你是特别珍惜的。对，因为从来没想到过有这样的机会到这样一个学府。对，后来呢因为出来了以后很多的贵人的相助，包括刀郎老师也好，秦王龙老师，很多我也自己有了一定的收入以后呢，我就希望自己花点钱去学校去学一下，然后后来去了电影学院，工作也就是不是很忙的时候我就去那边学习，跟很多同学去相处，我才发现真的太美好了。所以通过刚才云朵的这样一段描述，我们才知道其实校园时光对于我们来说，或者对于今天现场很多观众来说，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段时光，是我们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一个人生轨迹。但是当我们坐在了明亮的教室，摸着崭新的书本，和可爱的同学们玩在一起，然后大家欢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还想象不到在大山深处有很多的孩子，书本教室和同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侈品。所以今天听了云朵的故事，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唱的那首歌《信仰的光芒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倔强的女孩为我们演绎了一句话，那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。是的，所以我看到了你坚持自己的梦想走到了今天的舞台，而且相信通过北电的深造和学习，你会有一个更高的梦，更远的梦，我希望它早日实现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，我也会不停的学习，能够更加的充实自己，让自己能够更加的丰满自己的思想和我的所有的人生阅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云朵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感动的故事，也让我们知道了，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，可以伸出自己的手。去力所能及的帮一帮身边需要帮助的人。对，就像你说的那几位，我觉得他们的形象栩栩如生，那几位羌族阿姨从他们的绣花的围巾当中掏出那几毛钱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比几百万还要珍贵，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你的生命当中。无论你走得多高多远，你看在这个舞台上回忆，你还能想到他们，他们也是你生命中的贵人。是的，要好好的感恩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以上呢，就是云朵带给我们的校园的故事的分享。谢谢。我不知道在祖海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也有类似需要你感恩的人和故事呢？
我记得我是，就之前在，因为我是安徽人，之前在老家上学，然后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，因为小的时候也是爱唱嘛，特别爱唱爱跳，然后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，我的一个音乐老师，就是他建议我妈妈让我去考音乐学院，因为觉得，就是这个祖海挺有天赋的，唱歌很好，你们为什么不去考一下音乐学院呢？然后，我记得当时我妈妈就给中国音乐学院，因为我们只知道中国音乐学院这个学校，给中国音乐学院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，中国音乐学院那个招生办就说，我们都已经招生结束了，说你的孩子多大？然后我妈妈说14岁，那么她说啊，你14岁还不能考我们学校，要考我们附中，因为我们大学只就是招18岁18岁的，应届的，对，应届的学生。然后刚好那时候我14岁，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，我妈妈就懵懵懂懂的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也第一次到北京，也不认识任何人。然后我妈就带我坐火车从安徽蚌埠就到了北京去考音乐学院附中。但当时我们一到了附中就傻了，因为那一年全国只招2名，声乐只招2名。然那后，不是万里挑一的概念对了。呀，然后我跟我妈就傻了，说这怎么办呀？因为名额太少了，从来都没有招过这么少的名额。但人已经去了，那就试试吧，就硬着头皮上吧。然后我记得我初试的时候就唱的乱七八糟的，就是因为当时也特别紧张，因为当时我记得全国的考生大概有100多名，然后我就特别没有希望，我妈妈也觉得没有什么希望，就都已经准备回去了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妈妈说：“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吧，因为我们考完了，第二天要去看榜，去看一下。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从初试到复试，100多人到复试只招7名，那么在7名当中选2名，就是进入他正式的一个文化课的考试。然后我跟我妈就硬着头皮去看了一下，结果就在这个榜上面，就刚好我跟我妈同时看到了我的名字在7个名字的正中间。所以这次看到这个，榜单，我就特别有信心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说我复试一定能考上，就这样复试就非常顺利，所以91年我就以全国2名的份额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，从此以后就进入了我的声乐的这种学习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生涯。所以你应该很感恩当时提点你的妈妈带你去考专业对，院校的那一位，是的，是是一的。位叔叔还是阿姨？叔叔是应一该位很感恩我们他。当时的一个初中的一个音乐老师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伯乐，需要一些老师去提醒你们一下或推荐你们一下，因为真的说实话，在声乐的这条路上，也很艰难的走起来。所以呢，也其特别感实，谢，真的特别感谢所有，在每一个阶段，帮助过的这些老师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所以我们经常嘴里常说的伯乐、贵人，其实没有高低贵贱，他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的一个普通人，哪怕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是在恰当的时间、恰当的地点，他一句话或一个动作，给予了你人生正确的方向，很有可能给你的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。我相信祖海当年的那一位叔叔长辈，或者是你的那几位阿姨，都给予了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，也让我们是，从中学会了感恩。